了让大家更了解风险中心，今天小编要对同事们进行快问快答。不啰嗦，马上进入业配主题。你对风险中心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风险中心是对它的第一直觉，就一个研究中心。环境相关的一些研究吧，对，跟气候变迁有关。是一个很严谨的研究中心，是一个优良的研究中心。请说出风险中心有哪些研究领域？风险中心的领域很多，三个，有气候变迁，能源，空污。风险社会 ，OK。能源转型、空气污染治理跟气候变迁。好，再来。在转型研究中，你认为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？我自己就是最大的困难。怎样的困难？中文。沟通吧。整合，跨领域。好。沟通，好，太多了。好，再来。社会共识。大家对能源政策没什么兴趣吧？好，请说出一个去年最让你印象深刻的风险事件。不用嘛。非洲猪瘟。对，在冬至吃汤圆。不是啊，风险事件。请说一个你认为最能代表去年的能源转型关键字。关键字乱吧。乱。乱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新的一年，请用一句话向粉丝祝福。撒浪嘿哟，大家新年快乐！祝大家猪年行大运！大家猪年行大运！好，大家新年快乐！然后新的一年继续追踪风险中心的 FB 粉丝团。希望大家要多加入风险中心的粉丝专页啊，然后多参与我们的活动这样。欢迎大家多多 Google 跟搜寻风险中心，拜托，我们蛮需要大家的关注的。好 ，OK。你看我今天就穿红红的，就是为了祝福你们。虽然现在12月，但是还可以跟我说新年快乐。那我是新加坡人来的 ，So we all speak English, OK? So Happy New Year to you. If you don't understand, too bad.